王一博的跨界尝试无疑引起了广泛关注，他在抽象艺术领域的探索标志着他艺术生涯的新篇章。作为一个多才多艺的艺人，王一博一直以来都在不同的艺术领域中展现出色的才华，从影视到音乐再到舞蹈，他的每一次尝试都获得了粉丝的喜爱与认可。抽象艺术以其独特的表现形式和深邃的内涵，吸引了许多艺术家的探索。王一博选择在这一领域进行尝试，体现了他勇于挑战自我、不断追求艺术创新的精神。这种勇气不仅让他在艺术上不断进步，也为他的粉丝展示了一个更为丰富的王一博。我们期待着他在抽象艺术领域的作品，期待他能够通过独特的艺术语言传达出他对生活与艺术的理解与感悟。这样的探索不仅是个人艺术生涯的重要转折，也为广大粉丝带来了新的期待与惊喜。